你好，你好，怎么有空来这边？啊，我是在看风景。要吃什么？你好，我们今天是感恩活动，好，那我们是没有在贩售，我们直接送你一组。送你啊，这个一定不认识，这个应该有。你好，你从哪里来啦？要回去了，台中哦，好，要回台中了是吧？Hello， 你好，一个奶油，一个红豆，很好吃啊。谢谢。好，等一下给你，等一下哈，我马上好。这是阿贝啦，是不是？谢谢阿贝。那谢谢。谢谢。好可爱呀、啊！哎呀，你这个囡仔高高追，好喜欢哦。他是国小一年级，两年级。一年级，二年级。一年级，二年级。哦，你好高哦！你对啦。我们新庄接小朋友半天啦、然后就出来了。开心吗？很开心。妈妈带你出来都很开心哈、希望你好好吃。好。来，两个够不够？来，我再送你两个。可以。然后再送你两个。啊、你这个謝謝来，你今天不用上班了。我还在请假。一人假很好，謝謝开心的玩的哈。你别上面小事。我是这饮品的。哦，饮品的。对，谢谢。疫情有受到你影响吗？难免啦，可是现在会越来越好的。加油，加油。谢谢，谢谢。你做生意还是什么？不是，我是室内装潢。啊，有没有受到疫情影响？多多少少有哎。给干哪？给干什么？那了解，哎，刚刚拍片，那个拍片，新北市领足好，谢谢，哈，谢谢，你哪里？我林口来的，林口来的，太远了哈。啊，你是侯友宜？是吗？是你本人吗？还是谢谢？我今天很有荣幸哎。我来就谢谢你们来这里逛，好的，院长，促进经济消费，促进经济消费。你好，你是市长啊？哎，你先我有行哦。哦，你家己在遮卖哦，你家己在遮用哦。你好。你好。你看你看拢无啊？双胞胎。哇，你双胞胎？你怎么有空来这边？我老花了吗？你没有老花？对，我们在新闻上会看到。啊，真的？你认得我是谁吗？侯老板。侯老板。侯老板。他最棒。啊？他最棒。对。对哦。好可爱啊，市长吧？哪里像市长？声音很像。声音啊，市长今天请我们吃红豆。不是市长啊，老板请的啦。刚走过去，不知道是你，就好看一下，哎，真的好像哦。今天好天气，出来看。没有受到那个疫情影响吗？没有。没有受到疫情影响就好了。好，四个人。顾三峡一直都看到哈，基础建设都一直在做。感谢，那的意思。哎，谢谢。啊，你做啥行李？我做冰单啦。还疫情过后了，疫情过后行不行？还算可以的，挺超强的。谢谢你，一份够不够？不管疫情没有受到影响，给妹妹都能够大赚钱啊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接近岁末感恩时刻，能和大家这样近距离互动，虽然隔着口罩，仍然能感受到大家满满的热情，我也特别珍惜。身为新北市大家长，我要站在最前线，让我们的市民回到正常生活，让孩子们平安，让百业复苏起来。无论生活有多少挑战，新北市
都会别大家，一起坚持下去。